各位請起立，最後為我哋一同咏唱總編第259首、第259首上主庭園。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慈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生命同在。各位主内兄弟姊妹早晨，早晨。刚才我们已经听到弥撒的释义，就话方便我们听，其实我们需要是满怀住信德，不断去请求天父使到这个的慈爱的天父能够俯允我们的祈祷，而且能够作出一个最好的安排。祈祷的不厌其烦，如果我们会看到在圣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的圣人，特别如果你说讲圣奥斯丁，他的妈妈是喊了几十年，使到自己的仔仔要改过，而最后呢两个都成为圣人，这个呢是很奇妙的话方给我们听，我们的祈祷是不厌其烦，天主呢也都有他的一个最好的安排，有他的计划在这里，就让我们能够在这台的弥撒里面特别去诚心祈求天主，使到我们的香港能够安稳，能够呢有一个的将来，而且呢使到我们的香港的所有的市民都能够呢得到真正的安居乐业。那就让我们在天主的面前，让我们在我们的私人行为里面，我们不要作任何的一些的批判，或者呢是不正确的一些信息，或者呢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将这个是非黑白都未能够呢是有真正的辨识，求天主使用我们真正作为修和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坐而起行。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先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生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
請大家祈禱天主，仰望你的人必忘左右，離開了你一切都沒有價值，更加沒有聖善可言。求你廣施憐憫，使我們在你的引領之下，善用世上宜於世世的財物，以獲取永存不朽的賞報。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們。各位聖坐，本年讀經是在禮書第九頁。第九頁公讀創世紀。那時候上主說，控告索多瑪和哈摩勒的聲音實在很大，他們的罪惡實在深重，我要下去看看他們所行的是否如同我所聽到的控訴一樣。三人中有兩人轉身走向索多瑪，亞巴郎走近上主面前說，你真要將義人和惡人一起消滅嗎？如果城中有50個義人，你還要消滅嗎？你不會為了其中那50個義人赦免那地方嗎？你決不能如此行事，將義人和惡人一併誅滅，將義人和惡人一樣看待，你決不能。審判全地的主，你豈能不行公義？上主答說，如果我在索多瑪城找出了50個義人，為了他們我要赦免整個地方。亞巴郎接著說，我雖只是塵埃灰土，膽敢再對我主說，如果50個義人中少了5個，怎麼呢？你就為了少5個而毀滅全城嗎？上主答說，如果我在那裡找到45個義人，我也不毀滅那城。亞巴郎再向上主進言說，如果在那裡找到40個義人又怎樣呢？上主答說，為了這40個義人，我也不毀滅那城。亞巴郎說，求我主且勿動怒，容我再進一言，如果在那裡找到30個義人怎樣呢？上主答說，如果在那裡找到30個義人，我也不毀滅那城。亞巴郎說，我再膽敢對我主進一言，如果在那裡找到20個義人呢？怎麼呢？上主答說，為了這20個義人，我也不毀滅那城。亞巴郎說，求主不要動怒，容我最後一次進言，如果在那裡找到10個義人呢？怎麼？上主答說，為了這10個義人，我也不毀滅那城。上主的話。感謝天主。合唱完，我們請領唱員帶領下眾唱答句。切的祈禱，我要在眾神前歌頌你，
向你的圣所伏地致敬。因为你信实而又慈爱，我几时呼号你，你就抚允我，并增加我的力量。上主尊高无比，却垂顾弱小，骄傲的人在他面前无所动摇。我虽处于困难之中，你必保存我的性命，你以右手拯救我，并打击狂怒的敌人。上主，你的仁慈永远常存，求你不要放弃你的作品。藉着信德，即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从前因为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了我们的一切过犯，勾销了那反对我们及告发我们违反诫命的罪状，并把他除去，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牧养前半部请各位起立。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祈祷完了，
他的一個門徒對他說：主，請教給我們祈禱，如同約翰教給了他的門徒一樣。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祈禱時，要說：父啊，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來臨，我們的日用糧，求你天天賜給我們，寬恕我們的罪過，因為我們自己也寬恕所有虧負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中有人有一個朋友，半夜去他那裡，給他說：朋友，借給我三個餅吧，因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這裡，我沒有什麼可以款待他。那人從裡面回答說：不要煩擾我了，門已經關上，我的孩子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來，難給你。我告訴你們，這人即使不是為了朋友的緣故而起來拿給他，也要因他厚著臉皮一直請求而起來，把他所需要的一切拿給他。所以我告訴你們，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到，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門，因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門。你們中間那有做父親的，當兒子求餅時反而給他石頭呢？或是求魚反而將蛇當魚給他呢？或者求雞蛋反而將蠍子給他呢？你們縱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東西拿給你們的兒女，何況在天之父，岂不更會將聖神賜予求他的人嗎？以上是上主的福音。有個機會是去到一個的山那裡呢，是去可以說遊下那個應該是鄭州。咁呢去的時間，咁一班的老師我們都會見到其中一個的賣金的那些金，咁呢就一個的山果 的一個檔攤，咁樣有一個的韓國的太太呢，她是去賣的。咁我哋見到啲金咧已經係流曬口水啦，哇！又大啦，又哇靚啲顏色，靚咁樣嚇，咁好吸引啦咁樣。咁其中一個老師咧，咁啊一個女嘅老師，咁佢咧就想要點樣咧？就攞我哋南方嘅啊，南方即係我哋嚇，即係你知道嚇，韓國同我哋都用差嗰個嗰個嘅啊味道啦。咁啊，以翻一個南方啊，即係我哋香港啊、澳門啊咁樣咧，我哋係要講價、要討價還價。咁佢見到咧就係呢度有一堆嚇、一堆嘅金啦，咁呢度亦都有一堆嘅金。佢話嗱，咁我咧就出多少錢嚇？咁咧就一堆金咧，我哋就買咗嘅。啊，再半堆金咧，我哋就會嚇買翻落去，咁可以咧就擺嚇，可以咧係有一個咁嘅數啦咁樣。
咁嗰個太太咧，佢唔知道聽得懂定聽唔懂啦嚇，咁以為咧就係一堆金嚇，咁啊擺喺呢度咁樣嚇，跟住咧就會話攞出一半咁樣嚇，咁啊一斤半兩咁樣噶，咁啊一半兩咁樣嚇，咁我哋出多少少錢啦咁樣嚇，即係一啲雞仔數啦。好啦，講完咗之後咧，這個太太咧就會點咧？我哋正係堆緊嗰兩堆金啊，堆翻一半喺度中間嘅時間，那個阿太咧話：睬你都傻嚇，再堆翻個兩堆金咧，再堆翻埋去，點會話咧？一口價唔睬你走，哇！我哋硬住頭皮啊，即係話嚇，即係已經咁樣講數還數，哇！好似嚇即係買唔到啲金咧嚇，即係有時都會覺得哇，點解會講價嚇？即係以為啊，好似啊都係。好啱啦，咁樣討價還價啊！頭先我哋會話嚇，天主唔係同我哋係一口價，係要討價還價。我同翻大家都分享過，我最怕咧就跟阿媽咧就走去利賢東西街咧嚇、啊，由利賢東西街嘅街頭行到街尾嚇、啊，跟住咧，但唔知買一啲唔知啲乜嘢嘅啫。啊，咁咧嗰個人咧講唔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價時間，又鬧翻轉嚟，唉，翻返轉頭。咁又講一大輪，講完大嘢又唔得，又再行翻由街行翻街尾，唉，又再行翻嚟，哇！而真係煩，即係啊，跟阿媽出去走去咁樣講數啊，嗰陣時咧啊輕啲咁啊，啊即係講就講個價，即係大家有個價打價，係咪啊？天主咧，原來喺翻呢度咧，係喜歡我哋去打價啊！你會見到阿波羅即係同翻天主話講嚟講去，係嘛？由個五萬人一講到十個，因為十個天主話都夠，都係要射呢個城，係咪啊？所多瑪同埋咧呢個哈摩勒，可以係喺翻聖經裏邊係出名係罪惡之城。阿波羅嘅呢份嘅苦口婆心嚇、啊，苦苦哀求，求天主講完又講，講完又講，得唔得？係咪？我哋聽咗咁多次係嘛？連埋佢讀經完都會話咁得唔得啊？咁樣係咪啊？我哋都會即係再問翻天主都得。最嬲尾嘅時間，你會再睇翻下咧嚇、啊，天主會話咧，我都唔會動容，我都唔會動怒嚇、啊，而係最重要嘅係俾翻你咧，能夠係為咗呢十個，我都唔會咧毀滅呢一座嘅城。呢個係咪俾我哋咧最大嘅一個安慰咧？係咪啊？各位兄弟姊妹。係咪？話喺翻我哋今時今日嚇、啊，我哋會見到成個嘅香港喺度嚇，喺度變，喺度變，係嘛？個個星期我哋會話哇，有一嚇、啊、有一壇，個星期有一壇，係咪啊？咁但係究竟點咧？呢、這個更加需要咧，係我哋嘅祈禱。聖保祿至哥羅心人書去話翻俾我哋聽，我哋要同咧基督一齊去埋葬，係要同翻基督咧係一齊都復活，啊！聖保祿去後面嗰度再話翻俾我哋聽乜嘢咧？嚇、啊，佢會赦免我哋嘅罪過咧，係一筆勾銷，去赦翻咧嗰啲反對我哋嘅人，去告發我哋嘅人，反戒命嘅罪狀係將佢咧係除去，而將佢咧釘喺呢十字架上。如果各位兄弟姊妹嚇、啊，我哋會得到呢份咁嘅嚇一份嘅慰藉，同天主同耶穌基督。同死同生呢、这個咁嘅一個罪狀咧，係喺翻呢個嘅啊上面嗰度咧，係剝我哋嘅啊呢一個嘅罪狀，而我哋咧能夠得到咧係一份嘅生命呢、这個嘅希望喺度。如果我哋得到呢份嘅生命呢份嘅希望咧，我哋會話我哋唔會咧係同呢個嘅世界啊完全咧係脱節嘅。啊、各位基督徒、啊、各位兄弟姊妹，我們怎會跟這個的世界是脫節、啊、我們、在這陣子我收到很多 的電話，很多的、爸爸媽媽他們、都告訴我他們很笨藝、啊、有些的年輕人、啊、在大學裡面讀完了書，現在呢、啊、都是最深要走出去外面那裡要走要行嚇、啊，爸爸媽媽有時會係攞翻佢哋啲書包，有時會話嚇，冚唪全部都係要出去嚇、啊、準備嘅嗰啲行裝。咁再問翻下
再講翻一兩句嘅時間，都會話唔使你同我講啦。啊，我就有一個咁樣嘅信念。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會好難受，係咪啊？爸爸媽媽嗰份嘅閉翳，而呢啲嘅年青人咧，啊，佢哋嘅諗住啊，我哋話啊，我哋要做一啲咁嘅行為，啊，究竟係喺背後得到咁嘅結果咧？嗱，有好多時我哋真係唔會去明，但係喺翻聖經裏邊，耶穌就會咁樣講翻俾我哋聽嘅。你哋求啦，必會同你哋咧係會得到嚇，有一份嘅可以話咧係允許，求則得，覓則獲嚇。甚至乎耶穌喺翻後邊嗰度會咁樣講嘅，一個朋友去求另外嘅嚇一個屋主，佢亦都唔會咧係會。俾佢一啲咧，佢唔需要嘅要求嗰啲。嗱，呢個咧先係話翻俾我哋聽嚇，我哋嘅求嘅嘢，天主聽唔聽咧？究竟天主喺唔喺度咧？嚇，如果我哋嘅一個記掛，我哋嘅一個人嘅一個希望，我哋會睇嘅時候咧，有時我哋會更加係去了解。我哋會話咧，呢個嘅天主咧，佢有強勁嘅戰鬥力。啊！我哋嗰啲年青人，佢哋話要去打機啊，而家電競啊，唔知啲乜嘢係嘛？啊！我哋會走去哇啊！睇完咗之後，嗰、那個哇嗰、那個好嗰、那個唔知啲咩金肉人啊，打不死嘅咁樣啊！打完咗之後咁啊，突然間噗噗噗咁，跟住咧又再增值啊，又再唔知啲咩又有嚇，即係會話我哋話翻俾大家聽咧，其實咧天主咧係打不死。天主的一份的戰鬥力是告訴我們聽是長遠的，這個才是我們要記掛住的。他的一個力量是什麼呢？甚至你會說剛才在我們的讀的聖經裡面，是不是我們會聽到的，一個人硬著頭皮去走去問人家去拿東西吃，那個敲的門的時間，那個人都不會說，哎，你不要那麼煩了，哎，我都要去走去找回給你啦，咁樣嗰個兒子走去求餅，唔會咧個阿爸就會俾個石頭佢，係咪啊？或者俾只鐵子佢。喺呢個世間，縱然咧耶穌會話，甚至乎嗰啲嘅壞人，佢哋都唔會咧對翻自己嘅兒女咧，係會俾啲唔好嘅嘢佢哋。嗱，呢一個咧係天主會話翻俾我哋聽嘅啊一個證明。如果我哋有呢份咁嘅心嘅説話咧，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去到一個地步係乜嘢咧？其實我哋更加作為基督徒嘅，我哋要做好多地方，我哋要修補啊！我哋要做一個修和，我哋要做咧好多嘅地方嚇，係能夠好咁樣咧，係做一個治療嘅啊一個嘅工作。呢個咧係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要做嘅。耶穌話嚇：我口渴嘅時間，你喺邊咧？佢話。啊！我冇嘢食嘅時間，你喺邊一度啊？啊！我喺翻監獄裏邊，你喺邊一度？你嚟探我咧？嗱，呢啲含量全部咧，佢話翻俾我哋聽。各位兄弟姊妹，我哋更加需要咧，係有呢份咁嘅心啊！尋日我哋有位嘅修士咧，喺翻筲箕灣，佢嘅哥哥咧就係喺大學裏邊嘅一個教授啊。咁啊尋日好多嘅嗰啲大學嘅一啲同學啊、學會啊等等咧，全部係去曬筲箕灣嚇。咁、我哋咧做咗一台嘅微撒啦嚇，去追思。但係喺翻中間，亦都有好多係基督徒嚟嘅。佢哋會話啊，神父嚇喺翻我哋呢個咁樣嘅時刻，因為我唱咗一首嘅歌咧，係上主乃吾人勇力啊。咁佢話哇，呢份嘅振奮係話翻俾我哋聽嚇。其實一個明證話咩咧？我哋需要咧係有呢份咁嘅嚇修和嘅心、修補嘅心。大家要羣埋一齊嘅時間咧，去慰問嗰啲嘅兄弟姊妹嚇、啊。我哋更加咧需要喺翻呢個嘅幕後啊，做好多咧喺呢個嘅撒瑪利亞人嚇、啊，為一個嘅人咧嚟到做一啲嘅愛德嘅工作。喺翻以下咧，亦都有一個。好靚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有一個嘅兄弟咧，
佢咧就係喺翻職場裏邊咧做咗好多嘅，佢都一路諗住咧係向上爬。佢向上爬嘅時間，但最大一個問題咩咧？就係佢要照顧翻咧自己嘅媽媽。而照顧翻自己媽媽嘅時間咧，呢個就係佢嘅好大嘅一個反思嘅一個機會。咁點咧？一次呢個人佢叫做博威。咁咧，博威去到自己嘅媽媽嗰度咧，就會再探問佢嚇。佢亦都喺翻職場裏邊咧，佢話佢要咧唔係咁要繼續向上爬啦。咁佢咧就放棄咗一啲嘅工作咁花多啲時間咧照顧自己嘅阿媽。當佢係去到同阿媽同佢傾談嘅時間，阿媽點同佢講咧？佢話：你係邊個嚟㗎？咁佢咧係一次發現媽媽咧喺翻佢嘅認知嗰度咧開始係衰退一個嘅認知係障礙。咁而使到佢咧係百感交集啦。咁好多人會話：喂，你快住多啲時間咧，係照顧翻你嘅媽媽啦。咁而佢係呢個係最大嘅一個考驗咁佢當佢係同翻媽媽喺埋一齊嘅時間，可以話咧，佢認識一個好似新嘅一個人。佢要去安撫佢，佢要咧同佢咧再重新建立呢個嘅關係。好似咧昨日係遺忘咗一樣佢要咧係開始喺一個疲勞嘅一個循環，佢先能夠咧係作呢個最痛苦嘅一個煎熬。媽，我就係博威啊！博威勉強咁樣咧係抱住咧一個嘅好悲哀嘅聲音。你呃我，我嘅仔咧仲係讀緊小學咋，我根本都唔認識你。呢個驚恐嘅媽媽喺翻呢個咁嘅一份嘅聲音聲嘶力竭，喊咗好耐之後咧，佢係瞓咗喺屋企裏邊咧，先能夠係重獲翻呢份嘅平靜。直至到一日嘅清晨，這個嘅博威起身嘅時間，準備為媽媽打點。後嚟發現佢咧都已經醒咗，獨自咧呆喺呢個嘅客廳，喃喃自語。博威於是咧就靠近，輕聲咁樣話，但係佢叫佢啦，佢冇回應。仔細去聽，先至發覺咧，媽媽喺度擔憂緊自己喺翻學校嘅嗰個情況，即係博威啦。博威有冇聽到老師嘅話？有冇跟同學相處得嚟啊？有冇認真咁樣上堂啊？博威當時咧，心頭係一酸，發現媽媽咧開始記憶係衰退，同埋咧係掛念自己，而且咧係開始去了解博威咧係一個小朋友。咁媽媽嘅呢個態度咧係開始有呢份嘅轉變，開始咧聚精會神咁樣聽博威去講嘢，甚至乎咧有說有笑，因為咧佢當正博威就係佢嘅仔嘅老師。你係博威嘅老師，係我嘅好朋友。媽媽係咁樣話，博威感覺到媽媽關心嘅心，係亦都從小對佢咧係非常之嚴，管教得好好厲害。但係佢所明嘅而家咧呢個嘅博威每日係期待咧，就係同翻呢個嘅新嘅朋友，即係佢媽媽咧，係建立起一個嘅關係。但係喺翻佢哋嘅中間係有一個温馨嘅一個時光，而且咧呢個咁嘅一個感受咧，係會使到博威係會有繼續咧係一個嘅安慰喺度，而媽媽咧亦都咧係有一份嘅慰藉喺度。各位兄弟姊妹，
啊，我相信我哋聽咗咧呢個嘅故事，啊，姑勿論係真或者假，可以代入咧係我哋喺翻我哋嘅生命裏邊嘅一啲嘅經驗，啊，我哋會話有好多嘅老人家，佢哋開始咧係離我哋而去，啊，好多嘅兄弟姊妹，啊，或者咧係啊，佢哋喺翻佢哋嘅一個光景嘅中間，係變成咗咧係孤獨。我哋更加需要咧喺好多嘅環節裏邊，啊，我哋作為基督徒噶，我哋作為係耶穌嘅真親屬噶，啊，孤物論咧嚇嗰個係我哋邊一個？啊，我話坦白亦都話翻俾大家聽咧，喺呢排咧係我亦都有好多嘅嗰啲可以話咧係追思嘅離失，或者咧好多啊好多兄弟姊妹咧係需要我哋咧係祈禱，或者咧係做一啲咁嘅禮事。呢啲嘅地方咧，讓我哋都能夠咧把握啊一啲嘅祈禱。喺翻頭先我哋所講嘅，我哋嘅祈禱咧，如果係苦苦哀求，再三再四向天主咧去傾訴嘅説話，天主咧一定要聽啊。雖然嗰度咧有一個嘅叫做係祈禱連龍牆啊，我哋仲可以咧喺翻一息間，我哋唱完咗呢個嘅領主榮之後咧，我哋都可以靜落嚟啊，我哋將我哋嘅祈禱亦都能夠喺翻另外一邊嘅白色嘅牆嗰度咧，我哋再去貼。求天主咧，使到好多嘅兄弟姊妹啊，喺翻佢哋嘅可以話咧嚇呢個嘅好似冇咗希望，或者睇唔到一個嘅將來嘅時候，求天主咧，使到佢哋都能夠揾到咧係天主，而且呢個嘅天主咧唔會去負賣我哋，唔會去出賣我哋，佢真正咧係會喺度聽，而且咧佢會喺度咧係做緊佢嘅一個長遠嘅一個計劃，佢嘅措施咧係我哋唔會諗到，讓我哋祈求佢咧啊喺聖神嘅一個帶領之下咧啊，我哋嘅香港都有一個嘅將來，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各位請起立，崇敬。就我哋用呢個嘅簡式，每一節之後我哋回應我信。我信全能嘅天主父，天地萬物嘅創造者。我信。我信父嘅唯一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我信。我信佢因聖神降人，又童貞瑪利亞誕生。我信。我信佢喺比拉多執政嘅時間蒙難，被釘喺十字架上死而安葬。我信。我信佢下降陰府，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我信。我信佢升咗天，坐喺全能天主父嘅右邊。我信。我信佢要從天降嚟審判生者死者。我信。我信聖神。我信。我信聖而公教回諸聖嘅相通。我信。我信罪過嘅赦免。我信。我信肉身嘅復活。我信。我信永恆嘅生命。我信。阿媽。信有土民。各位兄弟姊妹，正如主俾我哋嘅呢份嘅承諾，求則不，命則旺。天主就係我哋嘅助佑同埋保障，讓我哋能夠仰望佢，向佢呈上社會同埋教會嘅需要。阿巴羅為索多瑪城祈求憐憫，讓我哋為普世教會祈禱，願教會時刻不忘佢嘅本分，關心一切人，並為人民嘅不幸同埋需要代禱。為此，我哋同聲祈禱。信徒都铭记祈祷的责任和使命，全心寻求父的旨意。
并求父施恩于有需要的人。为此，我哋同声祈祷。特別是香港的和平和和諧祈禱，人的自私和濫權產生角色暴力，願信仰的力量早日改造人心，幫助人驅除罪惡的威脅和禍害。為此，我們同聲祈禱。生活沉重負擔的人祈禱，求主恩賜他們精神和身體安康健，並幫助他們渡過困難的時候。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成為祈禱之地，使人找到內心的平安，並學得福音的價值，以及體驗到大家庭的精神。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心中的意願向天父作出祈求。求主撫穩我們的禱息，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天主，我们称你为父，你知道你的子女的需要，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的曙光，一个的将来，一个的希望，并因此我们日用的食粮以及适时的援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各位请坐。奉献咏，我们一同咏唱颂恩第82首。第82首《奉獻身心》。Thank you.
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我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我神主从你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你国荣他的圣名，也为保护我他整个圣教会的传。上主，我们献上的礼品原是来自你丰厚的恩慈，求你收纳，愿这个神圣的奥迹在你圣宠的推动之下，升华我们的日常生活，引导我们到达永恒的福乐。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生命同在。请举心向上，我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你所当能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创造了宇宙万物，安排了依次变化的季节，你特别按照你的肖像造成了人，并使万物递送在人的权下，使人代管你所创造的一切，并为了你的美妙化工，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永远赞颂你。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同声颂扬你的光荣，不停扬欢呼。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求你，我们来到你台前和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日，基督从死之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他使他坐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得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的时候，这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你们大家的去吃，这个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又同样，你杯里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你们大家的去饮这一杯祭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到纪念我。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和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若望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之中日趋完善。求你都垂念怀住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包括在天灾人祸战祸，还有呢有很多地方他们看不开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兄弟姊妹，使他们享知你光辉的圣容。我们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明福玛利亚、圣母的正佩大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历代圣人、圣女、圣律师、圣安多尼、圣若望包斯高、圣女玛莎尼王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你在圣神的团结中，多光爱于你，直到永最靓嘅啊！呢、这个世间上面最靓嘅祈祷，让我哋能够咧怀住我哋嘅信德之父阿巴王呢份嘅心，向上主咧作我哋嘅祈求。并在一切困苦之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将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是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生命同在。就那些小朋友呢，跟大家去握手，也都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左邻右里，特别那些的银发一族，去祝福呢这个真正的平安，使到大家能够系得到上主嘅呢份嘅慰藉，请大家去祝福。Thank you.
受佢祈禱嘅天主嘅供養，請你亦都會撫允我哋嘅祈禱嘅除免世罪者。蒙召嚟赴舉聖宴兄弟姊妹係有福嘅。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咏，由我哋一同咏唱《颂恩》第275首、第275首《增福繁卷》。
perfect counselor 亦都係一個嘅治療嘅一個好嘅一個人。呢一個嘅陪談員，啊呢一個嘅輔導者，一個嘅神修嘅一個最好嘅一個指導者，啊求佢咧好咁樣去俾我哋喺翻生命裏邊有呢份嘅治療，有呢份嘅慰藉，而且咧我哋都能夠咧去帶動我哋都能夠成為佢嘅一個和平嘅工場者，能夠咧好咁樣去治療好多破碎咗嘅香港人嘅心。好多人破碎了的夢，沒有了的希望，天主呢會給他們呢是有真正的曙光。各位請起立領聖體流經，請大家祈禱。上主，我们恭领了永久纪念你圣子苦难的圣体圣事，恳切求你藉着你圣子无限爱情的恩慈促成我们的得救，祂是天主永生永王。各位请坐。今天有五堂开报告，一则小堂报告。堂开报告第一堂，八月二号星期五守瞻禮錄，晚上八時正舉行耶穌聖心彌撒，歡迎教友熱心參與。第二項，聖安多尼堂本堂神父於八月二號至七號參加去聖，呢段期間早上至日七點三十分一堂彌撒，下午六時正彌撒照常，八月四號主日彌撒時間照常。第三項，聖堂第一期維修工程期間，最近發現需要進行額外的加固整修工程，使原預算增至港幣560萬元。堂區呼籲大家繼續慷慨支持修葺聖堂的籌款運動。第四項，為加強教友對聖母的敬禮，堂區再次推出聖母家訪活動，由而家直至十月尾，歡迎教友邀請聖母像到家中一星期，與親友一起誦念玫瑰經同分享聖經。教友亦可以請神父聖屋，詳情請與堂區辦事處聯絡或作出安排。第五項，本月份是尋羊運動月，堂區請各位教友積極與未信主的親友分享信仰，引領他們參加舞蹈班分尖救恩。小堂報告第一項，請包思高持有協進會會員於彌撒後開例會，另外邀請大家彌撒後留步，一起誦念求次善中經文，一起默想死亡的奧跡。報告完畢，主佑各位。咁咧喺翻呢個嘅八月初咧，頭先啊，本堂神父話要去彌整，啊，本人咧亦都係要去彌整，啊，咁亦都咧請你哋係為我哋去祈禱啦。咁亦都咧係啊，我哋喺翻呢個嘅祈禱中間，亦都係特別記得你哋，啊，咁求天主咧，佢使到我哋都能夠咧喺祈禱裏邊咧係回頭。咁我哋會有呢個嘅聖母進教之後嘅一個降科，睇翻大家的嗰、那個單張上。上主的聖名是我們的座右，因為他創造了天地。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們。天主聖母榮福的精女，我們投奔到你的恩美之下，在不幸中幸運拒絕我們的愛徒，但請祝助團結一切危害。
瑪利亞盡教之友，為我等祈。上主，求你俯聽我的祈禱，願我的呼聲常達於你。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因聖神的功能，與你永福同即瑪利亞的生命，使其因為你聖子的功勞，求你使凡樂意敬禮聖母者，和他仁慈的轉達，能轉變一切現世的罪惡和永遠的喪惡，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門。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哋，并幸临于你哋嘅屋企，并永远常存。阿门。弥撒礼成，感谢天主。礼成咏，我哋一同咏唱《颂恩第269首》第269首《真光照着》。
在主人回来时醒悟着的仆人才是有福的。主耶稣在你来召唤我时，使我也醒悟着，在那最后关头求你垂怜我。死亡藉着罪恶进入了世界，圣父求你依靠主耶稣的牺牲，光照我接纳死亡的保证。圣父，我愿皆同在生完垂死的耶稣奉献我自己的终期，以补赎我的罪过，愿遵行你的圣意。圣父，我愿皆同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奉献我的死亡，以挽救众人的灵魂，愿遵行你的圣意。圣父，我愿皆同世人所抛弃而行将弃绝的耶稣奉献我的死亡，当作祭品以光荣你，愿遵行你的圣意。你们若死了，你们也要同基督一起复活，因着圣洗，我也同基督一起死亡而被埋葬。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也应当到一个圣事的新生活，所以我应该是世死与你罪过而活于天主的人。求使圣体圣事在现世的旅途中成为我的力量，永福的凭证。主，请带同我临在一起。弥撒圣祭是你死而复活的奥迹，求你使我每日在这奥迹内找到力量，为天主及近人终身服务。主，请带同我临在一起。请众同祷。主耶稣，你曾说过，谁相信我，即使死亡也要活着。你已复活战胜了死亡，求赐我能以希望将来的复活而生活。为我们当中首先死去的会有祈祷。死在主怀中的人是有福的。为已故的会有祈求安息。上主，我由心向你呼号。我主，求你抚听我的呼号，求你侧耳抚听我的哀号。上主，你若细听我的罪呼，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呢？我是你以呼说为怀，令人对你起敬喜爱。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我仍等待我主，你肯呼待但近的事。请以色列民仰赖上主，应切于根呼待但，因为上主富于仁慈，他必慷慨救援。他必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一切罪孽。望主赐他们永远的安息，并以永光照耀他们，使他们永享安宁。Amen.